粉真的，黑粉也有很多。为什么我一直在这里骂骂骂呢？看不惯我们的人有很多，但是也有很多支持我们的人。有那个什么没有？那个没有了，那个胡凤姐姐那个没有了，那就没有雪菜菊卖了。你是想要雪菜菊是吗？那等一下给你上一单吧，对不对？一单，因为我自己也留的有一两斤，我留的有一两斤，我想着说可以喝很久嘛，待会儿可以给你分享一单嘛。现在的话呢，我们先不分享好不好？待会儿给你分一单，我是你的老粉丝了，是不是呀？前几天买的红糖圆形的很好，我跟你们讲，那种手工的红糖啊，在外面去买还挺贵的，在外面去买，因为我们九块九就只是真的给了你们运费，知道吧，姐姐？就是只让你们出了个运费。因为我们这边地方比较偏僻，它的快递就比较贵一点，还要包装，知道吧？然后真的就只要了一个快递费，那个是阿强哥请你们吃的，真的啊。所以说有时候我们直播间啊，姐姐阿姨们很多黑粉，怎么说呢？他看不惯你，哎，算了，这些黑粉我们就不理他，对不对？对的，你一开始卖货，我又认识你跟阿强哥了，还给你多多个赞呢，是不是？谢谢我香阿姨，谢谢。刚开始卖货就是你的粉丝啊，那刚刚黑我的是不是你？刚刚黑我的是不是你？我现在很记仇的哈，我等下要把你再黑我一句，我都打算把阿强哥叫来骂你啦。那大家知道阿强他不太会骂人，他只会气，他在那里说我气死了，我要做给你看，你这个黑粉怎么样子？谢谢你们，哇，欢迎大家，是不是啊？去年买了你好多你家的货，谢谢你们。有没有买过阿什么家的东西的，姐姐阿姨们？买过我家的东西的，不管是山货也好，竹笋也好，其他的也好，因为竹笋我就只卖了多少斤？一千斤吧，好像，因为我那天我只收到了1000斤，好像是1000斤，然后还亏了几百块钱，知道吧？因为竹笋的话，快递路上它会烂包装呀啥的，而且挑出来小的我没有给大家发，只发了大的，然后就亏了，知道吧？买了很多哇！你们觉得阿厨卖的东西好不好？姐姐阿姨们正儿八经的，我在你那里卖了好几千块钱，哇！谢谢我香阿姨，真的谢谢我香阿姨。香阿姨，你给我发个信息，我请你吃那个，你给我发个私信，那个雪菜菊我请你吃，好不好？给我一个，就是给我一个地址信息，好不好？谢谢，我很相信你们东西都很好。买你家的豹子粉小香菇，我谢谢我的姐姐阿姨们。我现在在云南哈，我现在在云南，姐姐们，这样子吧，姐姐们，买过我们家的东西的人都知道阿曲墨的人品，对不对？都别说阿曲墨，我一个农村的，我一个普普通通的，别说人品了，阿强的人品你们认不认可，姐姐阿姨们？阿强的人品你们认不认可？认可的我们全部打两个字认可。前两天可能姐姐阿姨们很多姐姐们都没看到过，知道吧？然后的话呢，我跟你们讲。前两天阿强哥，我们来到云南这边嘛，然后他就是通过别人认识了一个家庭比较困难的，父母不在了的一个孩子，考上了大学，只有爷爷奶奶把他照顾大的，然后他又去就是帮助了，给那家人给了3万块钱，然后那家人呢拿了一些货感谢他，拿了个扇子过感谢他，然后他当时又分享给我们直播间里面的朋友们了。然后他又把那个分享的钱又给那家人拿去了，知道吧？所以说，我觉得阿曲墨的人品嘛，哎，我们先不说嘛，对不对？我一个农村的，什么人品不人品的，我先填饱我的肚子再说嘛，对不对？但是阿强哥真的，我希望哈黑粉们，你们做不到阿强这样子这么善良、这么大度、这样子的品质的时候，真的，你可能你自己都不好，你自己都做不到，你还在这里黑别人，那就没意思了，对不对？非常的有好处。对这个豹子粉，它第一对这个非常的有好处，然后那个几个高的听得懂吧，姐姐阿姨们，谢谢。我们没有采豹子粉，我们是收的，不是我们采的，采不了，知道吧？我们没去采，我们在云南，我们有事情在做，我们第一天呢喝两次，一次喝3克就可以了，这样子吧，姐姐阿姨们，我给你们看个东西，你们可能不认识。这个是新鲜的，姐姐阿姨们，这个是泡出来的，姐姐阿姨们，这个东西你们有没有人认识的？这个东西你们有没有人认识的？我跟你们讲，我为什么要跟你们说这个东西哈，姐姐阿姨们，你们认识的可以在公屏上面打出来一下，我等下让阿强哥看一下，阿强哥要不要给你们分享一点？为什么呢？因为我直播间我看到很多姐姐阿姨们哈。
都是老粉，都是铁粉，而且这个东西非常的稀缺，它跟兰花是一个级别的，我们以前从来一次都没有分享过。但是呢，这个东西呢，它对我们的女生、男生所有人都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个东西。它我跟你们讲好，不认识是不是？这样子，我让小张帮我把那个东西倒出来给我看一下，刚刚我泡了那个。对对对对对，我们海平阿姨认识了，我跟你们姐姐家人们，山茨菇，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说过的哈，但是你们可以去了解一下这个东西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人到中年不得已，它真的会有奇奇怪怪的一些东西找上门，对不对？有时候我们奇奇怪怪的，这里会长一块，那里会长一块，疙疙瘩瘩的，对不对，姐姐阿姨们？而且我跟你们讲，有一句话是怎么说的，姐姐阿姨们，嚼槟榔，嚼槟榔，槟榔嚼多了会怎么样子？会怎么样子？会那个什么样子？拿手指。哎，谢谢谢谢。这个东西我看一下有没有人认识的，这个东西认识的姐姐阿姨们可以在公屏上面打出来一下啊，所有人都知道槟榔，大家都知道的，大家都知道不能长久的吃槟榔，不能一直吃槟榔，槟榔吃多了，槟榔嚼多了，这一半边要切掉，这一半边要切掉的，是不是姐姐阿姨们？我跟你们讲啊，这个山茨菇它对我们所有上上下下大大小小的问问题题，我跟你们讲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个东西，而且女生呢还比男生多了两个东西，对不对？包子、房子，是不是啊？姐姐阿姨们这么说，你们听得懂吗？包子、房子，恰巧这两个东西呢，又很容易出一些小小的问问题题、疙疙瘩瘩的，是不是？姐姐阿姨们，我跟你们讲，山茨菇它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东西，我们平时的话呢，一定要把它吃起来，给我们来个预预防防的做作用用。比如说我们在我们没有任何问问题题的情况下，我们也可以拿来把它吃了，预预防防。有问问题题的情况下，更要去吃它。山茨菇，你们现在可以上网去搜一下，姐姐阿姨们，它有多好，是一个穿白大褂，是一个加号都非常认可的一个东西，知道吧，姐姐阿姨们？这个东西山茨菇，然后没有晒干的时候，它是这样子的；泡出来的时候，它也是这样子的；晒干了以后，它就是这样子的。看得到吗，姐姐们？所以说为什么叫你们一定要去，哪怕你们买不买也好，吃不吃也好，为什么一定要叫你们去了解一个这个东西呢？因为这个东西在我们有些问问题题，我跟你们讲，穿白大褂的叫你们回去休息两个月，休息三个月，你的太奶奶就来接你了的那种，知道不？哎，你只有几个月了的那种，听得懂吗，姐姐阿姨们？我跟你们讲，这个山茨菇它是非常非常棒的一个东西，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说过，但是你们现在听到了，以后你们身边的人，你们周围的人，你们可以多了解一下。以前我们邻居它的作作用用就是非常非常好的，所有的大大小小的问问题题它都能给你解决，知道吧？身上这里疙疙瘩瘩，那里疙疙瘩瘩，不好了的，变成饿饿的了的那种，知道吧？都可以去吃这个山茨菇。以前我们邻居有一个，他就是他的那个小包子嘛，女生对不对？女生都有包子的，大家都知道的，对不对？他的小包子就是那个疙疙瘩瘩了嘛，就是不好了嘛，知道吧？白大褂叫他回去休息着了的，休息两个月三个月的那种了，知道吧？然后的话呢，而且要给他切，就是弄来甩了，甩掉，把他不要了，都没办法去好了的那种，知道不，姐姐阿姨们？他对我们所有里面的大大小小的零件呀，外面的大大小小零件呀，这些大大小小零件，所有的零件都是非常好的一个东西，知道不，姐姐阿姨们？你们听得懂阿曲墨说的是什么意思的，姐姐阿姨们，在公屏上面扣出来一下。如果说你们听得懂，我可以给你们分享；如果你听不懂，你可能觉得这个东西贵，你可因为这个东西它在外面市场上卖的很贵，知道吧，姐姐阿姨们？这个对的，丽姐是懂了的，知道吧？而且还有那个什么什么吃槟榔就会那啥的那个东西，知道不，姐姐阿姨们？真的，太奶奶来接你们了，太奶奶在向门口来招手了，我跟你们讲，都可以去吃这个东西，知道不，姐姐阿姨们？可以给你们周围的人去介绍一下，因为不懂的人我跟他分享，他会觉得说你那什么东西他不识货，他觉得为什么这么贵，知道吧，姐姐阿姨们？可能现在我们舍不得3万5万块钱，但是到时候是30万50万都解决不了的问题，知道吧，姐姐阿姨们？所以说有什么事情我们千万不要舍不得那3500的，给他吃起来预预防防，给他吃起来解决你的小大大小小的问问题题都是非常非常好的，知道不？对，山茨菇它跟兰花是一个级别的，熊猫一样的东西，知道吧？非常的稀缺，非常的昂贵，知道吧，姐姐阿姨们？然后的话呢，我跟你们讲，谢谢我的姐姐阿姨们，我们直接拿来煮水喝，看到没有，泡开过后
煮水喝，或者切片煲汤喝，或者直接这样的拿去打粉冲水喝。真的，姐妹们，我跟你们讲绝了，非常非常的好，知道不？不好的东西我不敢在这里跟你们说，而且这个东西在外面卖的多贵，你们知道吗？姐姐阿姨们，一两就要卖你们400块钱，你们现在可以去某什么店呀，对不对？那些你们街上的那些白大褂的衣服那里去问一下山瓷锅有什么好。有问问他们店里面有没有卖的，有卖的他们卖你们多少，你们都可以去问一下，知道不？姐姐阿姨们，所以说一定要去把它喝起来。因为人到中年了，我们的很多东西都不如那个小的时候了，不如我们就是十几岁的时候、20几岁的时候了，对不对姐姐们？但是很哪怕小感小冒，我们都容易比别人经常性的那种，对不对姐姐阿姨们？这个山瓷锅真的姐姐阿姨们是可以去把它带回家，可以去把它吃起来的，知道吧姐姐阿姨们？这样子姐姐阿姨们，我看刚刚看到有很多黑粉，我们不管黑粉你也不要说，哪怕你周围有需要这个东西的你也不要去带，因为没必要，你都不喜欢我这个人了你也不要买我的东西，对不对？那喜欢支持阿曲墨的姐姐阿姨们打两个字支持，我看一下，然后我就给大家分享几单给需要的人们，你们真的去可以去把它吃起来。外面对，而且我跟你们讲，那三年知道吧姐姐阿姨们，那三年哇，对的，我好多姐姐们都懂，真的是给你们救命的，知道吧姐姐阿姨们？打了支持两个字的姐姐们，打了支持两个字的姐姐们，我今天晚上给大家分享一点，而且我做主了，让阿强哥请你们吃一两，让阿强哥请你们吃一两，因为现在也能做主了吧姐姐阿姨们，我这次请不了，因为太贵了，这玩意儿这东西真的太贵了，知道吧？那我就让阿强哥给大家支持好不好？那大家都知道的，这个在外面卖500、600、5000、6000一斤，甚至大城市里面卖到10000块钱一斤的东西，山瓷锅我都跟大家说了，大家可以自己去了解的，对不对？所有打了支持的姐姐阿姨们，今天这样子，平时我们也有卖，我们只卖过几次，只分享过几次。那我们卖的呢是大家都知道的，跟外面的价钱，那我们肯定，我们从别人手里面多少钱收的，这个是我们正儿八经的真正经经的从农户手里面收的，对不对？你们看它现在是小小的，这么小的一个，对不对？那泡发了泡大了过后它就是这么大一个，我们只要拿个两个三个拿来煲汤拿来煮水喝就可以了，一个你没有问问题题的，一个星期吃一次就可以了，有问问题题的我们呢一天吃一次两天吃一次就可以了，小孩子没有问问题题不要给他吃，有问问题题了给他吃，真的就是疙疙瘩瘩这里还有我们的那个什么女生的那个房子里面，这个炎炎那个炎炎，这个烂烂那个烂烂的，听得懂吧姐姐阿姨们哈？来，所有打了支持的姐姐阿姨们，这样子给大家分享五单，然后这样子吧，是友情，谢谢，我问一下强哥能不能补贴，因为我给大家分享的是288一两，知道吧姐姐阿姨们，好不好？我还是能吃太能吃了，知道吧姐姐阿姨们，能吃了太能吃了啊！我之前给大家分享过，我自己分享的是288一两，那今天呢太能吃了，梅花姐姐阿强哥都在吃，知道吧？阿强哥他有那个肺怎么结节，他是得了那个阳过后戴了那个口罩过后才去吃的，知道吧？所以我才分享给你们去吃的，知道吧？来这样子，有问问题题的一定要带回家，250元是吧？250元一两呀，一两的卖的啊，这个东西在外面任何地方他都没有说一斤两斤的，想要的这样子，姐姐阿姨们想要的全部打个要字，我统计一下有几个人打想要的，我就上几单，姐姐阿姨们好不好？多的都没有，因为这个东西真的正儿八经的好东西，大家都知道的，物以稀为贵，它真的非常的稀缺，哈。三个人打药，四个人打药，五个人打药是吧？那我就只上五单，我总共的我就只上五单，自己凭手速去拍好不好？姐姐们这样子，我也不说啊，288了，我直接，我贴不了，我问一下阿强哥吧，我问一下阿强哥吧，好不好？稍微等两分钟，我问一下阿强哥，阿强哥。阿强哥想要阿强哥给你们补贴的，我看一下他能不能给大家补贴，能补贴我就给大家上，他不补贴我就上不了，因为这个真的收的太贵了，知道吧姐姐阿姨们好不好？要的全部把样子打在公屏上给阿强哥看一下，不然我就补贴不了了啊，好不好？什么阿曲墨？就是
怎么了？你不要又骂我好不好？又没扎针的时候，我一开播他就要补贴，知道吧，姐姐阿姨们？想要的把样子全部打在公屏上给阿强哥看了哈，姐姐阿姨们。不是我的杜阿姨来没有？李阿姨来没有？都来了，所有的阿姨们都来了，是不是？来了没有？全部来了的，全部打来了。来的姐姐阿姨们，今天的话呢，这个我是想问你，就因为很多姐姐们，她们刚才又有黑粉在黑我，知道吧？然后他们都说，哎呀，很多姐姐们都在维护我，所以我就想说给他们分享几单。但是你知道的，我平时我自己都要卖288，那我就想着说我自己补贴不了，太贵了。然后我就想说，只给他们分享个一两单、两三单。然后你这边今天有没有话要跟他们说的？我有话跟他们说呀。啊。我一直都想跟他们说，刚刚我不是在回复一个邮件吗？啊，回复个邮件。对，是的哈。直播间的阿姨们、姐姐们，这个三直播你跟他们说有什么用的没有？我说了，他们说了没有？你们都懂了没有？懂了没有？有什么用的打在公屏上？懂了的有什么用的打在公屏上？这个确确实实，我跟你说非常管用的，说实话。而且上次有一个爷爷，你不是都说了吗？对不对？对啊。上次我的那个，他直接把他家里面最宝贵、最珍贵的一个给了我的，知道吧？啊，知道吧？他们都讲了，知道怎么样？那这样子，今天我就给他们炸波福利，我也给他们补贴，好不好？补贴多少？我给他们。你们想要整个补贴你们多少？要炸的，要福利的，我们全部打炸，全部打炸。你平时说真的，站在外面，7-8千块钱一斤，也就7-800块钱一两。这样子，今天要的打个要，我直接阿强补贴，阿强来给你们炸。真的，刚刚是不是李阿姨、张阿姨他们？我名字姐姐打了炸，荣阿姨打了炸，两个打了炸的，让阿强哥给大家炸。心雨姐姐打了炸，三个炸。给大家一个，就是怎么说呢？就是阿强请大家吃的一个价格。这样子吧。平时7-800块钱一两。你一人给他们，就是我觉得，因为我们毕竟这么久没开播了，对不对？你给他们一人补贴个50块钱吧，已经很多了。你听我的，阿群宝，嗯，咱们要干就干个狠的啊，知道吧？我就要做给那个黑粉看，那个黑粉现在在不在直播间？他不敢说话了。我这样子，阿姨们一直在维护我。这样子，我就做给那个黑粉看，今天就补贴5单，好不好？啊，就补贴5单，朋友们，直播间的朋友们，要的打个要字，就补贴5单。平时在外面7-800块钱一两的，今天直接打了要字的啊，直接。不要一两了，直接到手2两。二两是多少钱？名字姐姐，你一定要去。今天这样子，一两是576块钱。平时576买一两的，今天直接到手2两，不要500，不要400，不要300，直接这样子，到手是2两啊，阿群猫，直接到手2两，啊、直接2两288，来上，直接3、2、1。只有5单，朋友们自己抢自己拍、啊。我叫你补贴，我没叫你补贴这么多，你傻呀？我没叫你补贴那么多，没关系啊，给大家一个见面礼好不好？我那么久没给大家看你见过面了，对不对？一个见面礼，朋友们自己去拍，自己去抢，就5单288，今天到手的是直接2两100克。上车了啊，姐姐阿姨们，刚才像那个林子姐姐一样，她有姐姐，她一定要吃，你放心的去吃，放心大胆的去吃，为什么呢？因为阿强哥都在吃，不好的东西我不敢叫你们去吃的，对不对，姐姐阿姨们？我们不能拿健康去开玩笑，不能拿生命去开玩笑，姐姐阿姨们。说实话，朋友们，你相信阿强的，直接去拍，今天到手是288，到手是2两100克，朋友们，你们拿回去吃了就非常的，非常的 OK， 哇塞。对的，自己拼手速去拍，姐姐阿姨们，总共的只给大家上了5单。我跟你们讲，之前洋洋过了的姐姐阿姨们是一定要去吃的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你现在你可能没有去感受过。阿强宝，就5单啊，就5单，多了我也承受不起。朋友们，没抢到的答应阿强，不要生气，好不好？能吃，不要生气，就5单，能吃。来，最后2单了，朋友们，最后2单了。总共的来，姐姐阿姨们，山瓷锅总共的就只给大家上了5单，姐姐阿姨们，而且每一单阿强哥都补贴了288块钱。只平时我跟你们讲，买一两都要288，在我们直播间哈，如果你在外面去，你在线下去买的话，我跟你讲，你一两你都要卖到500、600、700、800，甚至1000的都有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这个东西在关键时刻它能发挥它的大的作用，能保你。懂吧，知道吧，姐姐阿姨们，太奶奶来接你，她能把太奶奶赶走。我告诉你，你真的身边有老人觉得说这个上了年纪的，这里不对那里不对的去找白大褂，白大褂告诉你只有3-2个月时间了，或者半年时间、1年时间的，你一定要把这个东西吃起来，知道吧？对，说真的，你一定要吃起来。
对、啊，是什么？有不知道的几家人们哈，我再跟大家说一下，这个东西它叫山子锅，现在只有最后一单了哈，几家人们只有最后一单了。我再跟大家讲一下它有什么作作用用，我就教大家怎么去吃。我跟大家说了，我们有些人很多人怕这里突然一下炸了，对，会怎么样？直接嘎了，对不对？我们怕这些，我们的一些。这里有一些小管子嘛，姐姐们，对不对？怕它突然的一下炸了的那种，知道不？姐姐们，去把它吃起来，预预防防，听得懂吗？姐姐们，我们这里有些人，有很多老人会因为什么？这里面有一个什么，这个这样那样子的东西，最后一口饭都不能吃，一口喝的水都咽不下去，就听得懂吧，姐姐们？对，白大褂告诉你说，你真的时间不多了，已经太晚了，知道吧？然后你要用这个东西，说实话，真真实实的非常管用，知道吧？对，你们可以去了解一下，可以去某网上面、某度上面去搜索一下，姐姐们。平时这个在外面卖700-800块钱一两的，今天阿强直接给大家炸了5单，没抢到的姐姐们不要生气，哎，最后一单了，现在只要288，到手的不是一两，是到手的是100克，2两。对，姐姐阿姨们，所以说你们对遇什么黄什么单，现在只剩最后一单了，需要的姐姐阿姨们，我们自己拼手速去。然后呢，我告诉大家有什么作作用用，有什么怎么吃，我就给大家下车了啊，姐姐阿姨们，这一单谁拍到的是谁的，288，以后也不会再有这个价格，我跟你们讲，以后也不会再有这个价格。然后我跟大家讲有什么好哈，比如说我们身上这里有疙疙瘩瘩，那里有疙疙瘩瘩，而且你拿给白大褂去看，去外面的地方去看了过后，它是不好了的那种，知道吧？晚了的那种，姐姐阿姨们听得懂吧？是的。说要给你这里给你切掉，那里给你砍掉，我们的小房子，我们的小包子，我们的其他的里面的大大小小的零件，有了疙疙瘩瘩，有。